我靠，这他娘的叫个西荒哦！看这早市地摊，我的妈呀！哎呀，这前两天还都短袖短裤呢，这个冻的，你看一个个的，还有缩脖子羽绒服，看这俩憨货，这都啥呀？这多好的夹克，是吧？电梯间，请待后不到5米。是全品吗？疫情期间，请待后不到5米。这多少钱？你的？是的。有冲没？是我的。不是你的。我在这转。我去，这谁的？我不知道谁的。啊，这人呢？这人不见人，咋买啊？三喜，这多少钱、啊，老板？800太贵了，便宜点。你谁直播？没直播。这有个啥？这不算毛病，这一点点玩，就这玩意儿，还不是毛病。便宜点。这没有点贵。你看这还有谣言。这没事，这一洗就好了。洗不掉咋办？洗得掉。我说个价，500。500还不够本钱。洗一罐。过千，这是真的是轻轻松松过千的。叫我拿紫光打一下。紫光灯打一下嘛，你拿紫光灯。那对好。啊，这个确实是个冲。还大。这条线是冲能打出来。我妈在这喜欢，以前我妈有一个，她以前就是她，我姥爷给她陪嫁了一个，弄坏了。是不是？您家里还有吗？没有了，就这一个了。再给我找一个完整的，我也看着这个完整的，要不然我也不会那么贵。行吧，我再转转，好吧？好，行。哦，这都摆里边了，外边太冷了啊！看看。这都啥玩意儿？这好。还有。这啥呀？杨澜的罐子。哦，这下边还有嘞，下边还有，我操！哇塞，真紧！我看这边电梯就停的嘛，是吧？咱下去看看吧。这个瓶儿不对，我们这小铁瓶儿，画挺好，中寿三星。我去问问。得嘞，感觉那大哥不想卖，报那价格有点离谱了，12000，我天，连还价的勇气都没有了，撤，这不会给剃个秃头吧？什么也买不到啊，晕了。上一回咱是5000，这回给咱挣8000，上回给你老爸没钱，我就给人不啥话，就是让给你也少，我就尽管来讲还能卖。有点我哥们小子没给我8000，费不了这么卖。这个是龙二，那个是那种二，这个是这种二。这俩那俩也是感觉有点说合适点啊，合适点我给你再拿。不合适啊，这不合适，我是对，这样没有了，这就卖就低了。便宜点啊，没有了，这当我多少时间倒是可以。大夫，你看我带这个回去。这得是当时在外边喂块放着的。我就是，你看他们这，我还有1万多。那咋一万也是8000块一个？他那只剩20多。我以为我是你的。哎，我以为我是你的。小王了，小王，我他那他就不一样，他那是个企业的那种。嗯，一样。
不一样，二次感觉不一样。我看了，别说我看了，差不多。那发色不一样，那设计就没这好。哎，差不多。真买说，给个实心价。不，要给说，我别不然我就跟你说不出说。现在我才买，几年前小东买了家，我但现在说不好。几年小东门多好买呀！啊，那没办法，这会儿买了就憋了，我这手上就都没有了。我不是，我大的我。大的不是这好嘛，这精致嘛，还有瓷器嘛。非得功夫大吗？看着。这不是，我给你说，我怎么给你说一万的？这说一万，我有人都妈洗子管买一万。我大小你让他买，你让他切买，他往一万上买，你让他切买，我实不行我。这真的不行。我给你铺个价。我要给你把车吃。咱非至少得咱两个，没意思买个成人一车。哎，那个咱做过买吗？买了还买我一堆，还给我把借凑了，我们。对啊对啊，我是没了，你说你还有，我可都来了，咋我你这还？对了，哎，不是，我不是搬，你听我说，这本来就你我哥最低都买我家，哎，没我家，我都赶紧都不多要，没我家，结果你买了的还不能，我家买了，给我投了还不敢放了，我你就只能说自己问了，还不能少付，少付还不要，给他要就搞，行吧，那先搁着，东西是好，实话。上一对叫我五千十座的，这个还有个可，那个得给你说清，那房我得给你说清，那个挣个八千，把我挣不回来，那房我得给你说清。行吧，那先放着。